啊，每局都有双误。丹尼利都这一局更是在一开局，这一局的一开局就发出了一个双误，现在一共有三个双误在手。上，在关键的分数上又是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刚才那球应该是擦网。丹伯特的回球很深，是挤压到了达尼利都的反手。现在达文伯特拿到对手的两个炮发点，双方几乎保持在一个均势的情形下。发球的直接得分，达文波特的这个发球的旋转的判断是有些失误，还有一个破发点。看到这个丹尼利度这个正手确实与他的反手无论是稳定性和力量角度来说都好像有些差距，这跟普通的选手来说有些不同，通常都是正手强反手弱，但是我们看到丹尼利度这个他的这个弱点恰恰在他的反手这正手这一边。这样达文波特再次破发，将第一盘的比数追回到了3-3，第一盘比赛现在迄今为止是一场破发大战。外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球上来之后，达文的这个球给的是相当的深。这个球还是有些着急了。对。今天达姆的这个正手今天失误也是比较多。
好的。丹尼都试图放出一个小球，但是这个球质量不高。40-30，当波特还有一个局点。发球值得。